我知道。好好好，亮亮亮亮，好好亮亮，好好好。先生，喂喂喂，哎，你先等一下，哎，哎，不要拍，不要拍，哎呀，你们知道为什么了？哎，丢，你捅一下，哎，我烂掉掉了。哦，你们就哇，这张没拍哦。哎呀，我烂尾腰还烂掉的呢。丢啊！哎，你们不要乱拍啦！什么乱拍？乱拍乱拍啊！罪证确凿，什么乱拍？你看，我看嘛。啊！这张都不要乱下，马上给下标。来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李爱琪，就是大明星。李爱琪，中年啊，秃头男子。喂，经常婚外情，婚外情哦。不是啦。我是他的经纪人啊，对，人是经纪人，哎，经纪人啊，不好意思，我说不对啊，因为李爱琪和经纪人搞婚外情，不是啦，哎，你们不要乱写啦，哎，我跟你讲，不要紧啦，反正我那是亲别的啦，卖差别，我别人下，我别人下，我别人下，不是不是差别，好，我们先走了，我坐得正，好不好？对呀对呀，我跟你讲哦，第一回哦，那么是连记者好。迄个一个艺人哦，结果报纸刊出去了哦，阿娘话乒乒乓乓，伊哦才喊那个公开场所来出现，代言嘛，广告代言拢无去哦，规个家家下坡。什么嘛呢？本来有一支电影要进军好莱坞，就是因为安尼叫我们角色换起来。哎呦哎呦，安尼这演艺界这前途都乌有，准备消失去啦！我嘞，这兄弟看对。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要瞧一下，这个要瞧一下，什么好莱坞是吗？我跟你讲，广告代言都没有喽。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真的不能登，大家交一下朋友好不好？不要好莱坞、宝莱坞都要去演啊，对不对？好，哎，我跟你讲，这个简单的嘛，对不对？这个讲这么多，不是要钱吗？对不对？来，100块，来。这样，哇塞，几把？哎，几把？几把？你要去吃哟，怎么地上？干嘛为这种事情破费啊？你多动啊，去吃。哎，不是，唔通安尼啦，吼，是钱要一百。啊，收起来。100块，对，照片给我，照片给我。照片100块钱，啊，你不该带品的，我们拿100块钱啊，对不对？好，安尼我在，安尼我在，来来来来，100块应该是不够了哈。没省啊啦，3000块够不够？差不多了吧？有啦，3000够啦，你拿安就好啦。对，3000够了，还可以。什么？一丢？什么李爱琪跟经纪人婚爱情？一丢？3000块安了，被退等于。对啊，这简单，真的看出去，公狗无。演艺事业结束，你事情搞大了呢？不是，你就收钱啊，收钱收钱，我们不一定要把相片还给你啊。明啊，你老金对来讲，遐尼重要诶。对啊。啊，不变啥。啊，你是介李爱琪诶，甲刁姐，甲刁姐。伊是我的偶像，无唔对啦。伊话伊人生了水囡，那个生了身材，讲遐尼好，该有拢有啊。生囡啊，有啊，有啊。生囡啊，生囡啊。对对对，我也。这就是厉害所在。这就是我介意的所在啊。身材波来波去，甲较好诶。啊，我咧讲啦，3000块吼，伊若真正唱哦，咱唱嘛行伊无要紧啊，上无你应该唱一首歌现场唱互咱听。好啦，到底要怎么样？唱一首歌，唱一首歌。唱一首歌，相片还给你们，可以吗？说嘛，可以。时间的钟敲醒不老的梦，人生一场戏，怒爱乐交错。究竟有多少感动可以保留？有多少朋友陪到最后？这世界纷纷扭扭，来去匆匆，从来不会为谁停留。一生中寻寻觅觅，转眼成空，一旦错过不能走。放空的自由，我爱过，哭过，痛过，
发新闻，发新闻，发新闻。这应该没被我真的哦，一直大卖的。喂喂，再来再来，什么喂？不是说唱歌完照片就要还给我们了吗？对啊。阿伯阿伯叫你唱啊。困熟吧，是无困吧？那个主头刚被取到完，你这中央都是不给你画卡，你敢知？不是要我唱是？谁让你唱啊？我在你干嘛弄我的嘞？我爱李艾琪唱嘞。对啊，要听李艾琪唱就对了。当然啦。我喜欢来唱歌啊！不是啊，那个照片在他们那边会不知道被写成怎么样，你就唱一下，为了你的前途嘛。在狗嘴不动、无理的诱挤下，他们还会做出什么离谱的行径呢？小姐，您的外卖。来者何人？仙侠世界。爱情唱就对了。当然啦。我喜欢来唱歌啊。不是啊，那个照片在他们那边会不知道被写成怎么样，你就唱一下，为了你的前途嘛。哦。大家恭候我们啊。哎。好了好了。好了他唱嘛，他唱嘛。阿伯，你唱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啊？哎，就来唱歌呢。甜甜歌嘛。对啊。你爱是上红的那条，甲你染条条。甲你染条条。不是他的啦，不是他的啦，还没啦，江蕙啦，江蕙是江蕙哦，不是继续啦，不然来唱一首加厚好了，加厚，不是啦，好好点啦，我兄弟，我兄弟啊，雨后啦，双叶是谁啊？亲，好来唱一下，唱一下。小姐妹去，咱来去来去西雅区，那可感情好拍哩拍哩，我不嘛着面子。俺是好天气，咱来去来去西雅区，天气嘛为咱上上出席，为你给你安吉吉。闭出来啊！丢啊！用尽一生的爱了，丢啊！这东西啊！快过来，你好，我今天不会的名字。我会，我一大会搞翻。有蚊子，有蚊子，有蚊子。好啦好啦，这么冷的天啦，这样就送平安啦。丢啊！好啦好啦。虽然我是讲狗仔，要唔够我讲卫生。今天看出来，我那那爆笑，不得了不得了！你看我那个脸多淫荡啊，对不对？哇塞，这张要是登出去就不得了。好，谢谢了哈。对对对，都 OK 了哈。可以，那我钱也收了。你说这个转号名气名气吗？转号一下，一边转号呀！我在这边演那么久，终于有识货的把我认出来了。哎呀，好像以前的一个很红的团体嘞，对对对对对对，团体哦，对对对对对对，你是苏有朋姐。哦，这苏有朋可能泡醉泡在过哦，你能进来嘞？我再秃头下去，我就输真仓了啦。不是啦，不是啦，就是我想起来了，当初。张克凡真的是我的偶像，真的假的？但是现在偶像破灭呢？怎样？对啊，因为我感觉丽景哦，可以表演爬练道啊，他可以后空翻啊。你懂那个张克凡很帅呢。爬练道，不是无影笔还给你。辩解，辩解，我早上通告的时候有打球啦，啊，扭到，可不可以换一个？不要后空翻。啊，不，你没冲啊？没有，可以换地蹦吗？地蹦哦，地蹦，我跟他滴滴牛蹦啊，那个就是。哎，躺下去，哦，蹦跳起来，啊，蓝跳起来，后来后来，那么空会滴滴蹦嘛？对，蹦了，后来后蹦。一定要欺负 EQ 高的艺人吗？来讲哦，好，滴蹦这种物件就简单嘞，哎，就有一个艺人叫做洪都拉斯，伊嘛样滴蹦哦。你那滴蹦我听哦，洪都
杜拉斯。哦，博才博俊。哎，博才队队长哎。不是，你不会有钱哦，杜拉斯的。有啊，机会地蹦，你先蹦，我先蹦。你如果蹦不出来的话，我再蹦。这是蹦屁胖哟。刚才像个像姐要他自己喂原来绕着地缝有关系正好的哦有没有觉得好了哦我差一点成功了我跟你讲不然地缝我绝对干了我赶快你有倒堂腿我霹雳舞地缝嘛我嘎姐前手翻结尾卖讲我跟我输人不输金输金就拍垮逼哎好倒旁腿变胖了齁变胖了齁嘿卖边干卖边干叫你卖边干你还好拜托的其实头前这里就有够了你是有够了好拜托的哦，你小白叫你麦克风啊！姐姐，我为这节目拼死拼命，你也卡牙弹嘞！人家没叫你拼这型啊，你对呀、啊，你蹦起来就不错了，还要加什么前手翻、啊？没有问题了哈，搞定了哈。那如果爱情你要翻，也可以来翻一下。不会，他这怎么翻啊？谁要翻？我讲你穿安尼来翻就几好，大家拢爱看嘞。好了，没问题了。再见了，林刚，林刚在那边。林刚，哎，林刚在。先走了哈。再见啊，谢谢。等一下，谁的电话？我的啦，我的电话。我的电话。他在跟他听电话，我叫丘比亚的。哎喂，哎你好你好啊，怎么了？啊，我跟李爱琪在交往。啊？怎么可能？不可能啊！我是他经纪人啊。哎，等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喂。哎，那记者靠我呢？记者靠你？一怎样记录代志啊？啊？哎呀，那怎样啊？记得啦，我都会怀疑这个阿哥用手机拍照上传脸书打卡啊。啊！我今天比如转播弄我差不多两三千个呢。啊！啊！意思讲全台湾都知影就对啊啦。对啊。哎，个拍卡，我个按赞呢。哎呦，唔得安尼啦，咱个西港广告不爱讲播，就不会再讲播啦。哦。天哪！啊，人家接下来有春都话嘛？哦。春都话，收对收对收对。我也是。你赶紧想办法啦！你打卡是？你来地蹦。渐渐落山路彩霞满天的风雨心情苦比花香的船期待相会的时阵有所时间接近一秒一分起落心情像海甘你为我等候，我会给你我的爱，